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哈、哦！我是曾淼红陈教授哈、哦，电机博士，今仔来只吼，含咱乡亲交换知识啦。啊，交换什么知识咧？黑的啦，明天2月6号，凤山罢节，就是罢黄节。啊，蔡英文哈、哦，这群背骨的台干呐、啊，哦，台湾人哈、哦。保在了处理这个台干的政权、哦、就让国民党这个外来的政权哈，帮咱台湾人处理，啊，咱台湾人哈、哦、再从头再来，哇，个挺好，个挺好，吼、哦，我今仔日吼，我很清楚啊，我的结论就讲在前面了，咱台湾，咱吼读迄个中国册吼，每次吼都第一段作文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拍写。现在这个小的工业社会科技时代资讯时代，我们把结论先讲出来，这就是我的 headline， 就是我的结论。凤山明天2月6号的罢黄节，蔡英文这顶背骨的台干呐，咱台湾人吼无在调处理啦，啊，无在调处理这个台干的政权呐，啊，就让吼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吼。帮咱台湾人处理，哦，台湾人呢，对头夫妇的过来，哦，来报告人曾淼红，哦，电机博士，哎，啊，即马大家可能会想，哎，我张教授，啊，你今仔穿的这书盖是无同呢，跟彭正彭批哈，穿的拢赶快给你讲对了。今天早上，好、哦，我哈、哦、跟彭正约好，彭批哈、哦、约好早上11点去他那边录影。啊，录影吼，我从我出门吼，一直到他那地方吼，哇、哦，乡亲大家拢敲电话入来，啊，直直咧休，直直咧休啦，啊，我想是咧休啥，咧紧张个安尼啦，啊，结果原来是讲吼，因咧讲，吼，因咧敲电话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拢敲电话咧讲吼，哎、欸，陈教授啊，即马吼，蔡英文吼，已经连续发出动员令2次呢。欸中选会哦，可能都要强力介入呢。嘿，王浩仪哈、哦，经各位，这个王浩仪的罢免案哦，还是中选会没介入，即马中选会参与罢韩，赶快介入呢。我这边大作票大什么呢？我讲了一下哈，我、哦、大家紧张了，讲吼，叫我得爱谈只好用哈、哦，好用哈、哦，人家要罢韩的吼、哦，爱注意啊。嘿吼、哦，这边哈、哦，因为这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的、哦后壁吼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所以讲乡亲大来甲我讲讲吼，叫我吼来提醒凤山遐个人啊，每一个投开票所下盯住了，不要又像罢韩一样吼，不准露营啊，不准照相吼，人员都要离开100公尺哦，讲一定爱甲两啊无咯，甚至吼像花生吼一旧吼。1978年的中立事件吼，不然个定啦。好，因为吼，即马全世界所有的选举吼，拢在作平。哎，你看美国去看即马，唔知解决了安那，我看无。看缅甸，说缅甸金头看不下去啊，说翁山苏姬也是作票，啊，韩国诶也是 Dominion 作票，委内瑞拉，所以讲即马吼要完成。哦，总统、首相的权力意志的话，拢用这批了，美国的这批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乡亲了，拜托，这个张教授啊，你要来呼吁一下啊，啊，我的感觉吼，好，啊，这个环节哈，环节，我讲起来吼，慢慢来讲，咱慢慢来讲吼，咱慢慢来讲吼，来，即马哈，环节哈，我去查一下哈，哎，环节，绕跑节。伊伫迄落，伊伫迄落高雄市吼议会吼，咱要举手要讲决定来自的啥物的绕跑啦。啊，这个环节我去查，哦，原来是台大公卫系公共卫生哦，再来社会学系的双学位呢。哦，啊，我搁安尼真足看啊，我就甲咱乡亲讲嘛，我订的 YouTube 吼数百台啊，啊，我一条，哎、欸，啊，我看到吼那种吼。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礼义廉耻，迄落拢无需要看。我拢爱看迄落吼，看咱无共个啊。哦，讲环节的高中老师啊，
哦，讲起来咧叫啦，叫讲吼，环节吼在某某地方呢挂上了彩虹旗呀、啊，啊彩虹旗，啊、我讲着彩虹旗啊，啊彩虹旗，夭壽啊！那讲着彩虹旗吼，可能咱大家乡亲吼，迄基督教了，天主教了，入去着啊。今仔即今天吼，即、這个霸环节吼，基督教含即个天主教爱出来一个吼，环、哦、我讲着。彩虹旗，我对彩虹旗本来没，啊，就是同性恋啦，同性恋的彩虹旗啊，啊，我对彩虹旗这个东西我没什么概念的，啊，伫1999年吼，我去澳洲了，啊，多要死唔死吼，去拄着吼澳洲的吼这个同性恋大游行，全世界所有的同性恋拢去啊，啊，规家伙啊吼，拢是拢彩虹旗啊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彩虹旗是这个意思啊，哦，黄杰。我就想奇怪，你霸完浩宇的时阵吼，啊蔡英文都无改，啊即摆霸环节时阵吼，啊蔡文仪连续动员出来讲两遍，吼、哦，我讲两遍，我想啊，黄杰他因主要是安尼，黄杰吼、哦，他曾经是时代力量的党团书记啊，啊时代力量我前摆我就讲吼，我想吼。进入时代力量的中央决策委员，甚至于拿下主席，安排哦，咱台湾的第三势力吼来吼干掉吼这个台干民进党、抗国民党啊！我跟那个这个时代力量那边的互动的结果，让我哈印象非常恶劣，非常恶劣，真的，人家笑脸呢哈，不是说什么东西呀、啊，我对时代力量的观念。的看法相当恶劣到吼、哦，那蔡文的客家，无需要勉强讲了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他是从时代力量，听说吼、哦，这个黄杰在时代力量也是出去了啦，现在去拥抱蔡英文啦，可怜哈咪呀，彩虹旗哈咪呀，吼、哦，蔡英文连刷两遍啊，大声动员呢，吼、哦，叫宜天，叫吴怡农。叫陈柏伟、三 Q 哥拢做个取你到红刷啦，夭壽啊！变成吼、哦、用蓝绿对战啦。啊，我拄只我就讲，我的看法吼、哦，凤山这个霸捷吼，蔡英文这阵白骨嘞。我以台湾人诶，你看我今仔来打扮嘛，今仔去苏山就是我下早去这个啥，去这个彭正遐乡吼，吼、哦、遐。上外吼，这吼，这叫做 pickle， 后边有一只 pickle， 啊头前吼是安尼，吼啊特别请出来吼，请出来，互咱乡亲那里交换知识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蔡英文一阵代干啦，我讲因即卖民主进步党是蔡英文兼新潮流因即群代干啦。啊，我讲因代干先啦，哎，吼，迄新潮流系统吼，兼因遮吼外省挂的吼，你看嘛。一上去以后，看他的起手势，我困林这久啊，这二十几单，今仔彭正哥阿问我，你穿几多穿我？我穿23.5，哦，他一上去就请新党的林权来当吼、哦、新政院长啊，新党的林权，啊，你那个像新党的林权，伊较不爱讲话啊，也是宅男的哥啊，但是呢，你甲看新党，他就是跟易木民一模一样啊，跟易木民，你甲想易木民哪里就好啊？蔡英文去哩。伊就叫易木民这种角色是伊就林权去你做行政院长，啊，你就知影结果安那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对什么这个案、那个案、阿边啊案什么吼，会拢用行动的态度来对咱台湾人，啊，这大派都派个咧停出来门，啊，停啥？停科案局啦，停对无？所以讲我来讲吼，好啦，啊，即马吼，有些人吼。我是足欣赏以前的，因为我足爱唱以前的歌啦。啊，即马无法度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以前啊，哦，三 Q 哥陈柏伟啦，吴依龙啊，哈，全部落去起了个红山吼，干那要写个外国起出吼。啊，我是感觉啦，啊，即马佫安那呢？明仔载的霸捷吼，讲吼真济人吼都没有收到吼选举通知书啊，因为霸寒，咱若要选举的时吼。地方选举、中央选举都嘛选举通知书发出来，啊，讲选举通知书无发出来，啊，无发出来，来来来来，你那种是洪山迄区的，
你捌去算过吼，洪山区的你也不要吼。迄林长、李长可能咧讲啊，讲吼，刁工无要分出去啊，刁工无要分出去啦，啊，互恁吼，互恁吼，袂去投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那洪山区的，捌去吼投过黄杰迄个洪山区的，反正咧洪山区的吼，你著去遐投。你摕新闻证，含伊来去遐投，没有选举通知，你也希望去遐投吼，一定会互你投投会对啦。啊，即卖是安那，黄杰这个罢免吼，我伫里个查吼，哎，即卖黄杰的门槛，因为吼，因迄区的票数吼，291,566嘛，啊，即卖的选罢法已经吼改成吼，你只要四分之一以上同意罢免，啊，黄杰的塞翁那拉再见。哦，西洋那啦，再见。啊，就是讲票，那种会当提到72,892，啊，等于讲吼73,000啦，73,000票啊，缓解了西洋那啦，再见啦。啊，我感觉吼，啊还要吼，啊那万一吼，啊有效票，你如果高达同意罢免了，高达七万三千啦，73,000票吼，啊缓解了西洋那啦。啊，但是哦，如果不同意票吼。超过73,000的话，也罢免不成功。所以讲，咱洪山的乡亲啊，加油哦！我这个胜利的独派，加油加油！因为阮吼台派吼，目前无法凝聚全部的力量吼，去解决这个台干呐，这点台干呐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即马蔡英文来紧张呢。这个黄杰哈，一样跟蔡英文哈性向相同，挂着彩虹旗的，他的爱将，哦，爱将，因为黄杰现在已经哈甩开了这个时代力量，这帮少年郎哎，就很红卫兵呐，现在变成绿卫兵呐，哎，他现在已经投向了蔡英文的怀抱，投向民进党了，而且蔡英文哈也爱将，哎，蔡英文也是怕这个骨牌效应的。骨牌效应呢？王浩宇的，那黄杰哪个的？也爱将哪个的？啊黄啊，尤其黄，尤其哈，蔡英文个出来外口改两遍，叫大家动员，哎杀落去，哎中选会也气落去呢。哎，我讲你听，所以讲明仔载吼，恁选区也恁甲看好，恁甲看好，我甲你讲，一定会做票了，我感觉一定会做票。啊，若做票吼，堪精小做伙甲算吼，要搞个中立事件，我讲你听，我感觉吼。社会公平正义吼，大家咧讲817,000票，啊，恁爸咧讲817,000票吼，迄是乱来的，迄是做的。天公伯敲电话给我咧，天公伯敲电话，哎，即马我，即马我的电话手机也是安那咧。天公伯敲电话来，拢无当听咧。哎，真正外太空吼敲的电话，我要接吼，拢无爱我接啦，拢无爱我接，拢听无啦。啊，看面啦，今仔咧接到了4-5通吼，啊，你看电话，他们响都无爱响。我把酒都在看，我都在看电脑，哎，手机就在我前面亮起来，这个电话那个电话，哎，不叫，我拿起来，好，听不到声音，我把它挂掉以后呢，我打回去一看，外太空来的，电，即马吼，我的手机啊，我收袂到吼，啊，这是最正常的代志，因为我的手机啊，拢有完全控制啊，啊，即马吼，这个黄杰吼。即马蔡英文连一挂吼，大感动哦，台奸党吼，他也怕骨牌效应呢。即若混合以后吼，王浩宇的哦，啊黄杰的哈料，三 Q 哥陈柏伟料呢，北岛迄个吴思瑶新雕里为主将吼，这个吼罢免的阴影吼，步步紧逼呀。哦，我这台湾人吼，我真正怕死无想着讲吼。我顶世纪自学生时代、军校时代吼，啊，力挺着，啊，咧欠钱咧多，啊，咧钱啊咧偷偷啊欠落因吼，支持民进党这个人，美丽岛这个人，尾啊变做民进党，尾啊民进党即挂叫蔡英文规挂挂去，啊，我咧讲因台奸呐，我咧讲因一定是台奸呐。哎，我刚才讲听迄、那个，听即个林全，即、這个新党的易木民第二吼，去你顶管华行政院长，啊，我去看吼。这个国军是不保护台独的，严德华就一直讲不掉。林北的看阿拉怎么乞讨，这不是台干是啥啊？台派独派啊！即马所以讲，即马伊即马台派独派吼，好新潮流人家切啊吼，咱以咱台派独派的力量吼，要杀到这阵吼台干吼，
大家都民进党哦，不可能嘛。所以我的结论是啥呢？我们要借助外来政权，国民党把这个哈，把这顶万恶的罪魁哈，蔡英文领导、新潮流领导的这群哈，大感动还杀不得。咱台湾人哈，没办法凝聚力量推倒他，我们只有靠外来的力量推倒他。哦，啊，推倒他，我们再重新再干。哦，哎啊，凤山的乡亲啊，爱注意啊！哎，唔通选举即马哈，李敬用人家哈，这个中选会即马弃立民呢？弃立民以后啊，唔通参照美国的选举呢？美国的选举哈，登记要选举的人哈，1.3亿人呐、啊，开出来票哈，1.5亿，夭寿啊，加好1.5亿出来，要登记要去选的，1.3亿，结果去选的人1.5亿，啊，所以讲哈。开出来的票数啊，比哈、哦、登记的人哦还多了，啊多了1亿，差不多1亿多出来了，因为川普得7500万票嘛，吼、哦，啊这个拜登讲摕8000万票了，夭寿啦，含了顶世纪、19世纪、20世纪啦，拢死人拢用，遐死人拢用叫起来投票了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所以讲乡亲呐。鳳山鄉親啊，國民黨的兄弟啊，你們要加油一下喔、哦、明天再投票，不然說喔、哦、所有的管區裡面有20萬他你們有20萬票喔、哦欸、你們有幾多票29萬票不然投出來變成32萬票喔、哦欸、笑死人喔、哦啊、所以說喔、欸、對啦以前喔、哦、在美麗島時代喔、哦、咱台灣人喔、哦、參加到民進黨那時候的民進黨喔、哦、這是這樣足公营的代志呢，啊，迄一日啦吼，前礼拜吼，人家问我，哎、欸，你看民进党啊，恁爸无咧闹亏，民进党咧下西下井，即马咧民进党，那念头啊做民进党，现在身为民进党员是一种耻辱呢。以我来看，我甲你讲啊，以我来看，即马若做民进党员哦，恁爸看到恁爸甲屁嘴烂。我讲一句话听，你若讲你是民进党，恁爸讲吼，屁嘴烂，我来讲，真正吼、哦，民进党，一台干党啊，依我看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台我来看拢无啊，台派独派，还去叫阮大家支持民进党，啊，支持蔡英文，啊，支持你一个乌暗子啦，我讲你听，吼、哦，好啦，结论啦，结论就是我今仔日吼，的标题，蔡英文，这阵吼，背过来台干呐，吼、哦，因这阵。蔡英文因是含新潮流系统哦，台湾人哦无法度人处理这阵台湾以目前台湾的情形，没办法凝聚共识，哎，啃得这阵台奸党，那什么办法？我们只有哈、哦、给国民党深蓝的拍拍手、吹口哨，叫他们哈、哦、一路霸，环节霸掉，三 Q 哥霸掉，苏思瑶霸掉，一路霸到天昏地暗。林北的送啊，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我们以我们目前的 potential， 我们的能量没有办法干掉这群台奸党，因为我们内部力量没办法凝聚嘛，哦，啊，只有靠国民党，哦，来个啃得以后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呼呼的顶来，即关吼，拢卖个讲啊，顶来，啊，这个是我今仔日曾淼宏詹教授电击博士。要跟我們鄉親交換知識的啦，台灣人現在沒才調啦，沒才調處理我們自己內部的台奸啦，所以說喔，只好靠外來政權國民黨跟殺五道，注意明天在2月7日鳳山的鄉親會去一路跟監督五條喔，不然監督五條如果喔敢做票精小這位省喔，從前面的霸韓啦喔什麼中國省817万票，中个省，安尼以上是我曾淼宏詹教授电击博士，本土台湾人，甲恁国民党哦，可惜也拍破啊 ，OK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